同学，大家好，欢迎各位同学再次收看财务报表分析的课程播出。那在本讲次，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财务预测的分析呀、啊。好，那我们在本讲次里面要跟同学介绍的有下列这几个主题：第一个就是财务预测的意义功能；第二个就是财务预测的种类；第三个就是财务预测揭露的内容；第四个。 就是盈余预测，第五个就现金预测等这五项的一个主题。那首先，我们先跟同学介绍有关财务预测的意义与功能啊。那我们知道说，传统上的财务报表都是以历史成本为原则啊。好，那呈现的都是过去或者是现在的这些财务资料啊。好，但是我们知道说，财务报表的使用者。 他对于财务报表的需求的话，他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哦，能够作为他未来的一个决策的一个分析参考之用啊。所以他所需要的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资讯啊。那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好，我们知道说传统的财务报表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满足他们，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这种财务预测的这一个。 分析的这一个动作啦，好，那我们知道所谓的财务报表分析、财务预测的分析，是指啊企业管理当局依照他的计划跟经营的环境，对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所做的这些哦最适的一个估计呀，好，那这里面的话有几个重点，就是说财务报表。 他的一个分析的话，他是要跟，还是要根据哦这一个他的一个计划跟哦他的经营环境对未来所做的一个判断呐，好的估计这样子啊，好那所以这就是我们财务报表分析的一个意义是在于。 提供的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资讯啊。啊，所以我们在进行财务报表的预测的话，最主要是要提供的功能有下列这几项。第一个就是强迫管理当局预作规划了，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财务预测的话，哦，需要了解未来企业将执行的计划或者经营的方针啊。哦，因为如果说没有根据这样子的未来的计划的话，那 我们知道说这个预测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进行进行的。所以有财财务预测的话，可以督促企业的管理当局规划它未来的经营的一个计划。啊，这是它第一个功能，就是强迫企业管理当局做规划。第二个的话，可以强化财务规划跟管理的一个效能呐。哦，那实际上的经营成果跟财务的预测。 往往是企业检讨它经营绩效的有效工具呀！啊，高品质的这种财务预测具有管理企业执行呃发展目标的重要功能呐！啊，这个是我们第二个功能。啊，那第三个是提供啊这一个企业经营绩效之标准呐！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财务预测的啊资料虽然很多都是估计的的数值啊，对于事后的衡量却。 提供很大的一个参考价值啊，可作为企业衡量经营绩效的一个标准啊。因为这些预测的话，既然都是自己的公司的，而且也是经过详细的这些评估了以后，虽然说它是预测，但是对于衡量的话，却有很大的一个参考作用。啊，第四个是可以啊，功能的话就是有助于企业的一个内部沟通啊。啊，财务预测并不是。 哦，这个财务部门或者是单独一个管理部门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整个企业共同来负责啊！啊、哦，为了做好财务预测，企业内部的话势必密切的合作哦，促使企业互相了解呀、啊！啊、哦，所以这一个哦财财务预测有助于这一个企业的。 内部的有效沟通啊，因为比如说，我们如果说能够预测说下一年度的营业规模，我们的预计的销货数额是多少了以后，我们采购部门才可以具体去安排它的一个采购计划，我们的生产部门才可以去进行我们它的生产流程的排单啊。所以这一个预测的话，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沟通的一个。 工具啊，那我们了解了这一个财务预测的功能的以后，那我们接着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财务预测的种类啊。哦，财务预测的种类的话，分为下列这几项啊。第一个就是销货收入的预测啊，第二个就是毛利与营业利益的预测，第三个是折旧与摊销的预测啊，第四个就是利息与所得税的的预测。 第五个就是盈余的预测，第六个就是资产负债表的预测，第七个是现金的预测等这七项哦，在实物上来讲，一般预测都会进行的比较重要的七个项目这样子啊。好，那我们依序来跟同学介绍，首先我们来跟同学介绍的是销货收入的预测啊。啊，通常财务预测会从销货收入预测开始啊。哦，那销货收入的。 总额的话是等于我们的销货单价跟销货数量两个相乘呐啊，所以销货金额多少是数量乘以单价的一个结果。它的销货收入的话是必须对于产品或服务的数量跟价格来加以估计。那单价的话，我们可以由市场来哦决定啦哦，但是同时我们可以考虑到哦这个市场的竞争压力跟公司的一个。 策略方向啊，好，所以我们在预测单价的时候，我们考虑到说，哦，相对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是要涨价还是还是跌价？还有我们公司到底是要明年到底是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是要市场的低价抢攻呢，还是要调高这个售价？哦，这些都可以决定我们的销售的一个单价。哦，而且我们销售量的部分，估计销售量的话，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之下。 可以按产业的一个估计值成长率来加以修正呐、啊。那估计的公式的话，哦，就是哦，下一期的销货收入等于哦上一期的收入再加上一个哦随机的一个误差项啊。t 期的销货收销货收入其实它是等于哦它的前一期就 t 减一期的销货收入加上它的一个哦误差项这样子。好，那考虑一下下一期的。 成长趋势的话，那公式也可以再加以修正，就是说第 t 期的销货估计的话，等于哦 t 减一期，就是前一期的哦乘以一加上 g，g 是我们估计的一个哦成长的一个成长率呀，好，再加上它的一个什么误差项，好，所以这一个的话，我们就根据这一个哦，一般来讲，我们在进行销货收入，我们就是根据我们的销货。 先去估计它的下一期的销货单价跟销货量，就可以得到下一期的销货金额的的预算了。好，那接着第二项的话，第二项预测的话就是毛利与营业利益的预测啊。 啊，因为毛利跟营业利益的话，是我们可以预测我们明年啊毛利是赚多少或者营业利润。那其实毛利跟营业利益等同是销货成本跟营业费用的一个估计啊。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销货收入如果已经预测出来的话，只要减掉销货成本，就是等于我们的毛利。那我们如果可以估计。 毛毛利的话，就等于我们可以估计我们的销货成本多少。那销货成毛利的话，再去减掉营业费用，就等于我们的营业利益。那我们如果说能够预测，哦，这一个营业利益的话，其实也就是在预测我们的营业费用啊。好，所以从这个公式里面，我们可以哦知道说这他们的关系这样。那预测的时候，哦要考虑的因素，销售价格变动的压力跟。 生产成本变动的一个趋势啊，好，因为我们在预测我们销货成本的话、啊，通常就是根据产品的售价跟生产成本变动的这些趋势，就可以好、啊、把它计算出来。那在计算的时候，哦、啊，预测时时候的话，好、啊，我们就可以来了解它的这些变化情形。那至于营业费用的话，好、啊，营业费用的话，它包含了。 销货费用与管理费用啊，在我们的营业费用，我们会计上可以把它分为啊销货费用跟管理费用。那销售费用指的是说跟销售有直接的相关的费用，就叫做销货用。例如像我们的广告费或或者是销货运费这些。那管理费用可能包括我们的会计、我们的一些管理人员的这些支出。 好、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管理费用。那除了这个区分以外，更重要的我们要把我们的营业费用区分为固定跟变动成本。好、哦，费用这两个部分啊。那所谓的固定费用跟变动费用是什么呢？固定费用是指的说，你这一个费用是不随着销货数量的的变化而变化的费用，叫做固定费用。啊、哦，这個、比如像我们的办公室的租金，啊、哦，这个可能不会跟销货。 有个那，至于是变动费用呢，是指的会你这个费用会随着你销货的数量的变动而跟着变动的这些。那比如像我们销货的包装费啊，或者是广告费这些的话，通常是销货的数数量越大的话，你的费用也会跟着增加。这种就是哦，销变动费用。好，那我们了解的这一个以后，就可以算出我们的毛。 毛利跟营业净利的这些估计，那我们接着的话，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哦折旧摊销费用的预测啊、哦，啊折旧费用跟摊销费用，它在本身来讲，在我们会计上，它是一个合理而且系统的一个成本分摊的一个方法，它本身并不是资金的累积或者是实际的一个现金支付啊，啊，所以说。 哦，在估计的时候，我们只要按照该会计方法继续提炼就可以呀、啊。好、啊，这一个像我们的折旧方法的话，啊，折旧的话，啊，那如果说我们上一期，啊，我们是采用直线法，你只要继续在采用直线法，你在固定资产一样的情形之下，啊，你就可以有效的估计出来你的折旧费用。 哦，应该是属于多少？好，这个是我们折旧摊销的费用的一个预测。好，那接着的话，我们下一项的话，就跟同学介绍的是利息费用以这一个所得税费用的预测啊。啊，那个利息费用跟所得税已经是现在企业从业的必要成本项目啊。啊，因为我们知道说。 哦，这现在企业大概已经很难做到说零负债的一个经营啊，啊、哦，所以一定都会有利息支出。那估计利息费用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说借贷的资金总额跟适用的利率水准呐、啊，啊、哦，这个只要先确定这两个，那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计划，就可以来预测我们的利息费用到底是好、哦、应该是有多少啊？ 好，所以这一个就是有关利息费用，大概我们只要能够说知道说我们的资金需求总额跟适用的利率是多少，就可以来预测。那至于所得税的话，啊，目前我国所得税是还是是一个企业必要的一个负担呐。啊，那财务报表分析的时候，多以税后净利的分析较为意义啊。所以预测的时候跟。 将所得税根据历年所缴的所得税记记录哦，就可以合理的估计我们的所得税负担多少啊。好，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计算以后，我们对利息跟所得税都能够说加以预测。好，那接着的话要跟同学介绍的就是有关哦盈余预测啊。 好，那除了上述几个损益类科目的预测以外，哦，由于盈余预测的是哦，我们的总收益减总成本跟减掉费用的余额就是我们的盈余啊，所以盈余预测就是这些构成项目的预测值啊。如何对企业的一个整体的盈余状况加以评估的话，也是我们财务报表分析的一个重要工作了啊。所以盈余预测的话，其实它是对于我们的收入减我们的支出的。 余额来进行预测，好，那接着的话，我们就再介绍下一个预测，就是资产负债表预测啊。资产负债表，我们除了说损益表以外，资产负债表是衡量我们企业资金所需规模与偿债能力的一个评估啊。好，那再根据我们的资产的周转率公式，可从预计的营业规模里面就可以推估我们的资产总额啊。 好，那它的一个公式的话，就是资产周转率等于销货收入除以资产总额。所以把这个公式倒过来，我们就可以去得到资产总额等于我们的销货收入乘以资产的周转率啊。好，那在资产总额里面，包括变动成资产与固定资产呐、啊，可以视企业的政策跟鼓励政策的话，好而定啊。好，那至于决定我们的负债跟 股东权益的一个部分呐、啊，好，那这样子的话，公司可以考虑举债经营或自有资金比例以后，就可以决定我们整个的资产负债表的一个预测啊。所以根据这一个的话，我们也可以得到我们资产负债表的预测啊。好，那最后的话，我们预测的一个种类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现金预测啊。 好，那由于现金是最有流动性的资产，对企业的影响也最大，所以在预测的时候，一般也会来进行这些现金预测啊。好，那以上来讲是跟同学介绍的是我们啊财务预测里面常见的这些预测项目。那其实这每一个项目都是他们都有是环环相关的这些关系呀、啊。好，那介绍完了这个以后，我们接着要跟同学介绍的是，那我们财务预测。 的揭露内容啊，好，那财务预测揭露的内容最主要就是根据我们的哦财务会计准则公报第十六号的一个财务预测编制要点里面哦它的一个规规范的话，哦我们财务预测应该是要参照历史性的基本财务报表是完整格式表达，好，如果没有按照完整格式表达，表达至少应该要。 包含下面这几项啊，好，这个是我们的准则所要求，我们基本上最少要啊揭露的一个项目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销货收入的金额，好、哦，到底有多少？第二个的话就是销货成本，好、哦，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继续经营部门的损益，好、哦，那第四个就是停业部门或灰厂的损益，好、哦，第五个就是所得税。 好，然后第六个的话是净利，好，第七是美股盈余，好，第八项就是哦财务状况之变动，好，之重要变动。那第九个就是企业财务报表预测系数估计将来未必能够完成达到这些声明啊，好，这有相关的这些声明。第十个就是哦重要会计政策之汇总说明，第十一个就是哦基本假设之汇总说明啊。 好，那以上这十十一项的项目里面，哈，九到十一项是属于揭露事项啊，性质上，好，也是属虽然是属于揭露事项，但性质上也是属于我们财务预测的一部分呐，啊，所以我们在进行这一个财务预测的话，根据我们的准则公公公报的话，第十六号公报它的要求的话，好，我们基本上来讲，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 揭露的一些内容啊，好。所以我们在财务预测的时候，大概我们最少我们都要表达到这些项目这样子。好，那接着的话，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哦盈余预测啊。好，那盈余预测是指的是说对盈余构成的每一个项目进行分析呀、啊，可分为经常性项目与非经常项目这两个两个两大类啊。 好，那经常性项目的话，又称为哦永久性项目啊。例如像我们的销货收入、销货成本、销货毛利、营业费用、营业净利等，这些的话都是我们企业里面哦经常都会发生永久的哦，它的可预测性比较高啊，可作为每每来作为这一个盈余预测的一个基础啊。哦，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常性预测。 那非经常性预测呢，是指我们的财务报表里面有些它发生来讲，并不是每年会经常性发生的，所以它又称为什么呀？暂时性项项目啊，例如哦，停业部门的损益，因为我们企业的话有很多部门有可能会停，但不是每一年的话都一定会有这些停业部门的发生啊。那如果有发生的话，我们也是需要预测啊。好，那再来的话。 好，这个好像非常损益跟会计原则变动累计影响数等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影响我们的损益、我们的财务报表。但是它的发、它的发生与否，并不是有经常性的性质，所以它会经常发生、发生可预测的性较低呀，啊，不可作为盈余预测的一个基础啊。啊，所以我们在做盈余分计算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以这种会。 会经常性的项目来作为预测的一个基础啊，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它性质介于经常性与非经常性的项目啊，因为属性较不明确，好，在做盈余分配预测的时候，哦，需要个别的判断分析啊，例如营业外收入跟营业外费用啊，好，营业外收入跟营业外费用，你说它会不会每年都花固定发生？ 并不一定，因为它不是我们主要业，但是它其实，在我们的营业里面，确实时常都会有这些非营业的这些啊、哦，这收入或者费用支出。例如说，像我们的利息收入，利息的收入除了金融业以外，一般企业利息并不是它主要的一个营业收入。但是，一般企业会不会说有利息收入？其实可能性是很高哦，因为资这个任何一个企业总是。 会有一些资金，会有一些调度的时候，会有一些哦资金闲置的时候，它就会去存在银行，或者是去放贷，会产生利息收入。所以这种收入是发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你说利息收入是不是一个企业每一年都固定会收入会增加？因为不会，因为企业并不是以收取利息来作为它主要的一个营业，除非银，除非金融业以外，啊，所以这种的话就是属于借以。 经常性与非经常性的项目之间呐，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一些预盈余预测的基础以外，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说，那这一个盈余预测它的一个预测方法有哪些呢？盈余预测的预测方法有两大类啊，一个是统计预测，第二个是人员预测好那统计预测的话，它是指利用统计的这些。 方法建立模型，哦，如像时间序列啦或回归模式等这些哦方法，那根据客观的数据资料，然后有预测模式中哦所得到的预测啊，哦较不受到这些主观因素的影响啊。 哦，这个是它比较客观，但是它的就是说资料不完整或者是不正确的时候，哦，它的分析结果就没有办法保证它的合理性啊。哦，这个是统计预测，就是说我们是利用的是这些统计方法来进行预测。当然它是比较客观、比较有效，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使用、在应用的时候，往往受限于你的资料是不是完整或者是合理啊。哦，所以这个就是。 采用统计的预测是比较科学、比较客观。那第二种的话，哦，是采用所谓的人员预测啊。人员预测是指由经理人员或者分析人员收集相关的资料啊，包括外部的经济资料，或根据他的专业知识跟判断所做的一个预测、啊。这种预测方法可以考虑的哦、啊，攸关的变数比较多啊，但是缺点就是比较容易受到个人主观的判断。 或偏见的影响啊，比较不客观啊，所以这种的话都是哦，我们盈余预测有两种方法，但是这一个用统计预测跟人言预测各有它的一个优缺点、啊、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用哦，统计预测比较科学、比较客观的，但是有的时候哦，你光只有透过这种科学哦统计的方法，但是它还有很多的话你。 没有办法用这些，全部都用这种方法来预测的。那人员人员的预测虽然主观或者比较容易有偏见，但是它可能是怎么样？因为这些预测的人可能都是有相关的经验，或者是说能够了解这些环境的这些变化。它虽然是不客观，但是却是会比较有效或比较敏感的。啊，所以这两种预测的方法各有它的一个优优缺点，这样。 好，那接着的话，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是，哦，现金的预测啊。好、哦，那现金预测的话，首先我们需要预测的是，哦，这一个现金的，哦，流量的一个形态啊。好、哦，我们知道说，现金或者是业当现金是最具有，哦，这一个流动性的一个资产呐、啊。哦，那管理当局不论在 投资或支付费用的时候，都是需要用到现金呐、啊。但是现金本身有它的一个缺点，就是持有现金本身没有办法产生报酬啊，所以在尤其在通货膨胀的时时期的话，哦，现金也有可能会随时间的经过而降低它的购买力啊，所以现金啊，我们也是在我们的管理上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金的预测也是。 非常的一个常见到的一种预测的一个项目啊。那在现现金预测的的考虑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哦，影响现金的来源有销货收有销货收入啊。好、哦，那好、哦，营业所产生的是销货资金来也是销货。那销货哦会产生的是一个什么销货毛利啊？销货毛利可以用现金或应收账款的方式增加我们流动资金的一个。 流入啊，好，那销货毛利越高的话，流动资金的成长就越大了啊。那纯益呢，是现销跟赊销减去销货成本的一个哦的差额啊，对现金流量有各种不同的呃影影响的一个方法了。厂房或设备产生递延构成的这些成本的话，它都没有没有动用到现金，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加以适当的一个调整啦、啊。好，那第二个我们。 除了了解一那个现金的流量以外，我们第二个的话就是短期现金的预测啊。好，短期现金的预测的话，好，我们知道说现金的预测的时间越长的话，啊，所预测出来的结果就越不可靠啊。而合理正确的预测是需要取得公司可靠的营运资料啊。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短期现金预测的话。 哦，是我们对于这一个现金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好，那除了短期的现金预测以外，我们也会考虑到好我们的现长期的现金预测啊。那长期的现金预测的重点不在于哦应收账款的收现跟费用的支出，而是比较着重在于存于营业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跟其他的。 现金来源跟现金应用的这些预测啊，好，那分析人员的话，应该取得以往年度的财务财务报报告，報告对于管理当局啊，能够说继续的啊，这一些个绩效进行分析呀、啊。好，那我们在分析这一个啊资金的来源跟应用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下列这几点啊。好、啊，第一个好、啊、就是。 企业由内部或外部融资来重置资产。第二个的话，就是企业的扩充与变更的资金来源是什么？第三个，企业是否仰赖外部的外界的融资啊？第四个就是企业之投资需求与机会如何？第五个就是融资所需求的形式为何？第六个就是管理的政策啊，比如像鼓励政策是否兑现金流量？ 哦，具有高度的一个敏感性啊！好，那我们从这个以上的这几个哦，那个财务预测的这一些说明，我们可以知道说，哦，财务预测的话，是我们哦整个财务报表分析里面啊、哦、也是很重要，也是满足我们报表使用人他需要哦对于财务资讯他的一个哦未来决策参考所需要的一个依据呀、啊。 好，那这个也是弥补我们以前我们财务报表，我们都是一般会计都是历史成本原则所产生的这些资讯，啊，跟这个使用者之间的一个落差的一个改善的一个行的一个方法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把这一个财务预测跟同学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再会。